这一层是什么？你看，很舒服的毛，非常抚平，非常细致，好像每天拿着梳子梳的那种漂亮毛感。手袖一样都有帮大家收边，里面全部做全麂皮的，非常的保暖哦。妞儿身高是161公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啊，高个小个穿都是 OK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有个很可爱的地方，就是它连这里面的领边啊，都是做麂皮的，它是用了很多的奶茶米色、咖啡色去做拼接的，所以呢，非常。的耐看哦，一样哦，有做两个可爱的口袋给大家。那它的长度大概过屁股的1/3，我觉得以东方女生来说，不会太大件，不会太小件，不会太长太短。然后呢，琥珀扣的话是经典的中型扣哦。然后大家当然天冷的时候你可以扣起来，加扣的话我们都有加大，就是如果你要穿比较厚的衣服或者是毛衣类的都是没有问题的。